个千年寺院里是我修行的地方，我并不把武术技巧看得太重，而更重视禅定功夫的根基。迷灭争强好胜之心，摒弃尘俗纷扰之念，现在的我习惯于在心静如水、无患无虑的状态下练功，静极生动，禅武合一，禅为武之主，武为禅之用，以武学最高境界是我此生的追求。
沙爱游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驰名，万古流芳，天下驰名，万古流芳，万古流芳。